Let me know, I'ma buy another round. Get low, drop it down to the ground. Oh yeah, wow, shorty make it bounce. Mama see the put cuffs on my cardiac. Took my breath away like a heart attack. And I'ma spend every dime and my money back. Everybody wanna know.宾士近期推出了全新的车款 CLE Coupe， 就是现在大家在这个画面上所看到的这台全新的一个车款。此款车型呢是融合了 C-Class Coupe 和这个 E-Class Coupe 的一个特点，拥有优雅的一个双门跑车的外观。它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就是这个 BMW 4系列跟这个 Audi 的 A5， 相较比对之下呢，它更具优势。这款全新的双门跑车啊，被原厂形容为啊，结合科技动感与这个优雅时尚的一个典范。它的车长为 4850， 车宽为 1860， 车高为 1428， 轴距则是来到了 2865mm。从宾士整体的一个车系来看啊，全新的 CLE Coupe 在尺寸和这个空间方面的表现啊，优于先前的 C-Class Coupe， 而车身的一个高度和轴距啊，略低于 E-Class Coupe。但车长却超越了这两款旧型的一个跑车。此次全新的一个物种啊，在外观方面的一个展现啊，基本上是融入了 C-Class 的一个风采，而整体的豪华水准啊，却延续了现行的 W214 的 E-Class 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整体的一个视觉感啊，更加的完美。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画面上清楚的看到 CLE Coupe 啊，具备了非常锐利的一个 LED 的一个头灯，巨大的一个中网，肌肉感十足的一个车身线条，以及扁平的一个 LED 熏黑的一个尾灯，颜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此外也配备了 AMG LIGHT 19寸的轻量化的一个铝圈头灯啊，炯炯有神。整体外形的一个设计啊，只能用 beautiful 来去做一个形容。在动力性能方面，它并非完全采用了四缸引擎的 C-Class， 顶级版的 CLE450 4MATIC 搭载了一台 3.0 升直列六缸涡轮引擎，最大输出的功率可达381匹的马力，51公斤米的一个扭力。其他动力的选择还包括了 CLE200 拥有204匹的马力和 32.6 公斤米的一个扭力， CLE300 4MATIC 拥有258匹的马力，40.8 公斤米的一个扭力，而柴油版本的 CLE220D 拥有200匹的马力和 44.9 公斤米的扭力。而且每种动力车型啊，都额外配备了可提供额外的23匹马力的 NHEV 的一个轻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同时搭配了 9GTronic 的九速手自一体的一个变速箱和第二代的 ISG。 而在内装设计的一个部分，CLE Coupe 没有采用新一代的 E-Class 的全新 Super Screen， 而是承袭了 C-Class 的一个相关配置，包括一个 12.3 寸的数位仪表和朝向驾驶方的一个倾斜6度的 11.9 寸的垂直触控中控荧幕。车内还配备了一个专为 CLE Coupe 而设计的一个运动化的前排座椅，还可以选配内嵌的一个 3D 环绕音响扬声器的一个头枕，并且配备了总计17个扬声器的全车杜比环绕音响的一个系统，提供出色的听觉体验。尽管车舱内的设计啊，并未采用 W214， 但宾士啊的 CLE Coupe 仍然啊搭载最新的第三代 NBUX 多媒体系统，并支援了 5G 的一个通讯技术。这套系统能让乘客跟驾驶啊，能够透过下载第三方软体啊，例如抖音或是这个视讯会议，或是下载这个玩愤怒两的一个游戏啊，使得这个车内啊更加的多元化。而且你还可以啊在线下载这个串流音乐的服务，例如这个 Amazon 的 Music 还有 Apple Music 啊，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音乐体验。 CLE Coupe 呢也预计将于啊这个11月份率先在欧洲市场上面啊上市。对于喜爱 CLE Coupe 的朋友们啊，如果在台湾市场的方面有进一步的消息啊，格里会透过后续的影片、跟各位做一个分享。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格的频道，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与按赞的一个动作、对于格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进的动力。希望格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 See you next time.